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玩具是电动车，这是一辆坦克车。看看不知道上面的功能介绍，它可以前进、翻跟头、音乐还有灯光。哇，好棒哦，好好玩，有这么多功能呢。这里呢有两款坦克，不知道我们的是两款中哪一款呢？现在我们就拆出来一起玩一玩。哇，好大一辆坦克呀！坦克里面坐了一位司机，这是盏灯。哦，这是一个弹簧，这是炮筒，前面有车灯。这里是履带，这辆坦克呢是迷彩图案的，下面是装电池的地方，这里是开关，先装上电池，四节电池。盖上盖子，打开开关，我们看看这辆坦克怎么样呢？哇，看看，你在转动。机关枪的声音，看这里，炮筒，这敢发激光了，哇，前面的灯也亮了。看看它可以爬墙吗？哦，又爬上了墙！哇，它可以爬墙！关上开关。
哇，很好玩的坦克车车可以发声发光哦，还可以爬坡呢，质量很不错。好的，小朋友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哦，小朋友们，拜拜。